Hello， 朋友们，下午好。海边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洞口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洞口。今天我用这个弄海螺这个笼子放进去，看看有没有海螺、钉螺一类的。钉来的美女帅哥，喜欢户外赶海的，别忘给双击加关注，留着看我赶海直播哟。好多老铁说没看够昨天那只大河豚啊，让我再拍一个，就给我点亮个小红心。老那么老铁，我满足你的愿望，能否给我点亮个小红心，加个关注，看我今天晚上赶海直播。到海边，我的个妈嘞，发现这大家伙啊，冬青里海边零下十多度气温啊，特别的冷，风刮得嗷嗷叫。看这大家伙头部基本被的僵硬啊，都结冰了。这大鱼背部有伤啊，可能被渔船螺旋桨不小心击打到了啊，冲到岸边这里啊。好多朋友看到这么大的鱼，觉得赶海好玩，就留下小红心。想看拔出啥大家伙的朋友，双击加个关注，看下个视频出货啊。记得有空看我七点左右直播了。同学们看看，这是咱们赶海的时候捡到的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米吗？这不是，这是八爪鱼的卵。对，就是八爪鱼的卵。得亏是让我给捡着了啊，要让别人捡。不知道给踩死了，我都捡个家捡家吃了的，咱们得给他放了啊！双击关注。